那我们就从服装开始看。好哎，好，这一件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它的设计非常好看，它是运用这种科技面料，有一点点透视感的这样子的单品。那这个有谁穿过呢？邱泽、李国毅他们是有穿过，像这样子的单品，对，很适合男生。它有一点点是风衣，那种空军外套的剪裁，比较帅性一点点。对，然后再来的这一款的话，这个是吴亦凡有穿的机场穿搭，他有穿过的。那其实这一款在这个品牌里面，这个帽 T 算是他们的基本款，每年都会有新的颜色。对，所以说只要这个新的颜色出来，其实很多他的迷都会去追。还有，当然不能少了，就是还有那个 XO 的，对，这不止哦，是说白兰地吗？不是，成员穿的，对，但是除了他穿之外，其实那个杨幂女生她们也很喜欢穿像这样的款式 ，oversize 的感觉，然后搭就是下半身时钟，再加一个球鞋或靴子，就很好看。是不是可以试穿？试穿一下，他是男班长，可以啊，可以试穿，可以哦。对对对，便便等好久。XO， 那可以下半身时钟吗？下半身又要失踪，你不要逼他，他很愿意哦。他现在一直流汗哦。对，其实这样穿就蛮好看，而且今年很流行这种毛呢的。买了，便便你穿什么都好看，后面再帮他配个墨镜，可以哦。其实这边的墨镜呢，也是刚刚你介绍同个品牌，很多韩星戴。对，这个就比较像孔刘的那个。哇，便便。其实这两个包啊，很多人都觉得是女生背的，对，这个是范冰冰有拿，这个是蕾哈娜有拿，对，但是 BTS 里面的成员他拿的是一个大 size， 对，然后如果你再拿这个包，然后走在机场就超帅的，哇，好好，没有人跟你走秀啊。而且今年的男生很流行拿女包，对，就是不分性别。那女生也很流行穿男生的衬衫，对，这样就蛮好看，机场穿搭就很帅。如果这时候呢，你再换上一双，哇！这双鞋潮人都要的这个鞋款，这鞋多少钱啊？这鞋就是应该不菲，对，不菲啦，就几个，多几个万，多不菲啊，几个万。以男生的就差不多三四万，对，差不多这样。现在也买不到。这双贝克汉有穿过，哇，穿一只，对啊，这个包就哇，真的哇，好时尚，超好看。那除了他们家的品牌啊，我发现很多的型男都会追，不止女生追马鞍包，男生也会追，像 BTS 啊，他们还有 EXO 他们的一些成员都很喜欢背他们家的包。那你要当腰包，如果这个时候换了一个腰包在这里，其实也是蛮帅的。Yeoman 吧。对。哇，好像韩星哦，对，这样子放在这个地方。那另外的话就是这一款，一样，它跟女生的老花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。对，然后是做的，我觉得他们家很经典的就是这个扣环。对，这个扣环就是背在这里啊，超帅，好好看。你要背在这个地方，我觉得也可以。但是如果你要比较低调，把马鞍背在后面，可是你露出这个腰带。腰带的这个部分其实也很帅，它等于是我们这样感觉你有配枪哎，但是它这一季就会有很多类似像这样子的感觉，所以它的这个马鞍包它还有做银色的，很像科技未来感的那种手枪的一个设计，就很帅。好，这个是介绍给男生的部分，其实也不是买不到，也是即将要缺货的，要不然就是它一直在出，但是是不同的颜色。对，比方说这一款好了，这一款。你知道带货女王啊，杨幂就有穿，其实这男生女生都可以穿，对。然后这 Tiara 就是那个布洛克，他也有穿，像这种荧光的颜色，不管是男生穿女生穿都好看，对。然后呢，再来的话，泫雅其实也是一个很带货的女生，她穿了，真的。然后她有这双鞋，这是男女生都有的 size， 变形金刚，这个是男生的 size， 对，但是她也有女生的 size， 就是泫雅，她就穿这双鞋，然后她还背了一个这个包，对，就是很潮的这种感觉，对，像。
那个周杰伦也有这双鞋，然后 EXO 他们也有这双鞋，是，对，很多人在追。然后呢，还有之前的韩剧，哎 ，IU 在戏里面不是衣服都很夸张吗？对，很浮夸。对，像这样子很浮夸的。这样子的长洋装很飘逸的感觉，对，像这样子的洋装，其实在韩国也很多人在追这个款式。嗯，还有这个，哦，对，这个很骚，这个香水到处都买得到。不是，这他们家的这个啊，就是黑色的三角铁牌的，已经没有货了。哦，对，完全的没有货。然后我也都即将要。啊，对，这也即将要，因为它其实还有有白色的，也有军绿色的，那那个是三角铁牌的，但是这个是红边的，对，但是今年也很流行这种白色的啊，还有他们家的这种铆钉包，其实也是男女生都可以背的，对，像是那个孙芸芸他们都有背像这样子的包，不管是比较你要个性一点点，或者是你想要用反差的穿搭的方式，其实背这个包都蛮酷的，而且没有季节。对，再来的话到 BLACKPINK 嘛，对，他们里面有一个 Lisa 就是背这个包，这个也是他们的新款的包，然后它有两个 size， 它是背黑色的，嗯，对，但是它比较特别是它还有去压制写名字，就直接打它的名字，就是 Lisa 的名字在这里，对，然后它有两个，那我觉得这种沙漏型的包款有一点点这样子简约的线条，其实是很适合那种很酷的女生，然后带一点点个性。最后的话我来讲鞋子好了，这边的鞋好这一双谢金燕姐姐 对这个熊熊鞋，粉红色的已经没，桃红色已经没货了，然后有这个金色的，对啊，这个就很可爱，火山虎色，然后还有，那你女儿可以穿哎。对，其实我觉得她戴的这一款也蛮特别的，哇，它是清洁剂，但是这一次是做在衣服上，对，印在衣服上面，蛮可爱的这样子的，这也是谢金燕的一个。穿日常穿搭里面出现的单品，就是它。对，然后鞋子的部分，当然拿出这一双，哦，很漂亮。对啊，像水源记子啊、空照真、Joa Baby 他们都有穿，像这一款的鞋款，经典不败。对，经典不败。但是我觉得它这一个有压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边条在这里，其实多了一点点的个性，也比较潮流一点点。对，又好穿，又好穿。以上就是推荐给大家潮人在追即将断货的商品。